严禁戴钻戒啊，对，手表，对，到上场之前准摘下来，手表都搁在这儿。为什么？对观众不尊重。当然现在没人讲究，我们现在行规被破坏了，专业的职业道德教育没有，对观众不尊重了，指人不成。我们对观众永远是这么说话，您来了没有？那天我去碰见他了，这手都是这样。你既然拿他当衣食父母，你就不能够去。